8月9日，电视剧《乡村爱情》谢大脚的扮演者于月仙在阿拉善工作时遭遇车祸，不幸去世，终年50岁。官方媒体也证实了此次的消息，并表示于月仙的工作人员以及家人已经赶到了当地处理后续事宜。通过《乡村爱情》被大众熟知的谢大脚于月仙，不论是在荧幕中还是在生活中，他一直以来都很受大众的关注和喜爱。他曾在《西游记后传》中扮演的陈武贞是一个真实且古典的美女，只是后来角色定性，很多人都觉得她就是谢大脚。于月仙还是赵本山的小姨子，不过于月仙成功并不是依靠姐夫，而是真真实实打拼出来的。为了演好戏，他曾增胖20多斤，虽然早已经结婚，但因为忙于事业，于月仙至今没有生育子女，如今突然传出去世的消息，真的让人十分悲痛。一路走好，愿世界的那边没有车祸。喜欢就订阅呗。